阿榮，你嚟咗啦！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阿林生入住，我哋入嚟先。好啊。阿林，我哋功臣嚟撐場啊！哎呀，喂，阿敏阿榮，你到咗啦！你好啊！早晨，早晨。你唔好聽阿陳總，佢好中意講笑嘅。多謝兩位老闆俾機會我，可以重拾希望。係啊，都真係多謝兩位老闆咧，將阿敏設計隻希望咧捐俾我哋善道會做六十週年晚會嘅義賣啊！誒，唔好講咁耐，攞我哋隻希望手錶出嚟先。哇！大家睇下，哇！哇！好嘢啊！好嘢啊！好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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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靚。係啦，阿榮啊，可唔可以講俾我知咧？你老婆以前有啲咩做得比較好㗎？佢啊，嗯，佢以前鐘錶設計啦，我覺得佢好有天分嘅，不過即係可能工作壓力太大咯，嗯，越做越唔開心，越做越怕，嗯，甚至而家都有情緒病。早晨，記得食藥嚇。我翻工啊，記住食藥。仲唔食嘅？Come on， 要食兩粒啫，好易啫。Come on， 會開心啲，舒服啲啊嘛。要唔要水啊？嗱，呢個遲啲食啊嚇，今晚見。翻嚟啦，有啲。今朝啲藥你仲未食嘅，咁啊，要食啊！食食食食，你日日都叫我食藥做咩嘢啫？我今日有咩問題啊？我中意瞓喺度啊，我唔中意做嘢，我中意瞓喺度啊！點解唔俾我瞓喺度啊？你有冇問題啊？日日都叫我食藥，我都係想你好啫，買咗啲嘢俾你食嘅你。最喜歡那些包，你吃不吃啊？喂，阿Roy。得唔得閒啊？有啲嘢同你傾啊！哇，阿榮，你精神做咩咁差㗎？你咪瞓得唔好啊？你快食翻啲嘢先啦！要照顧老婆㗎嘛。嗯。
有時都唔知點樣同佢溝通啊。嗯。喂，而家啲情緒波動好似好大咁嘅，有時佢會好激動啊，咁啊有時咧佢就冇曬動力。嗯。咁所以可能你再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去氹下佢，令到佢多啲信心、多啲興趣啊嘛。你覺得自己做唔做得到啊？唔敢答你啊。或者一齊試下咯。中食食咩啊？食最嘅咧。邱荣就讲就到，我嚟介绍我公司嘅设计师。喂，贵姓啊？你好，小姓林啊。林生你好。哇，荣一望啊，真系醒目仔。梗系啦，呢行出名嘅佢。老板，带住啲设计俾你睇下先。OK。初步咧就有五张啦。嗯，俾我睇下先。嗯？呢幅唔错喎，我buy呢个喎。呢张就系我老婆设计啦。嚇、啊，係阿敏設計㗎。係啊，阿敏以前攞好多獎嘅噃，而家阿敏個情況點啊？因為我老婆以前咧喺情緒上有啲問題，不過佢而家康復緊，最近咧就開始做翻設計。因為佢經歷過呢個病，佢重拾信心啦，就再做設計。佢希望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一個精神病患者啦，喺康復嘅期間，雖然係即係面對好大嘅壓力。外人是不理解的，情緒可能仍然都會反反覆覆，但是他們仍然都可以對將來抱著希望，都可以繼續一步一步過到一個愉快的人生。他是一路想這個概念，一路做這個設計。嗯，非常好 ，good job！ 呢個 project 一定要慢慢跟。多謝曬兩位，一定一定唔使客氣，好有信心我自己都。咁我話俾佢知，好，佢一定好開心嘅，一定一定。咦，阿敏，呢隻錶點解叫做希望啊？係我嘅希望，亦都係送俾所有同我一樣有經歷嘅朋友嘅希望。好消息啊！大會啱通知我哋，我哋嘅希望手錶。攞設計大獎！哇，好犀利啊！好嘢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多謝後宮，多謝你哋啊！恭喜曬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！